位置。那要请辛苦的媒婆们要跟陈妍希跟 Terry 换一个位置，换个位置，等一下可以直接进行媒体联访。对，然后也拍跟所有召唤师来拍一个合照。那倩倩跟 Dennis 分享一下今天大家表现的好不好？今天其实我发现今天的召唤师们非常的热情，对不对？而且你有注意到他手上拿的这个？哦，那我们可以听听看"神魔之塔"四个字吗？一二三，神魔之塔。有，所以渐渐这时候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吗？好，先给我们重新开始，我们重新出场。OK， 好。神魔之塔六周年生日大派对正式登场，欢迎今天主持人 Dennis， 还有尖叫声给倩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们神魔之塔召唤师们，大家好， Dennis 你好，哇，生日快乐，好开心哦，hey。 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我们要庆祝一月二十七号神魔之塔生日，今年是六岁生日，所以我们黄金组合再次重出江湖，耶、yeah ！有一年一会的感觉。那、当然，每一年呢，在 TSG 呢，我们是神魔之塔永远是最大的摊位。今天到底在神魔之塔摊位有什么超厉害的活动要送给所有的召唤师的？没有错 ，Mayhem 呢 TGS 二零一九，我们为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游戏节目，包含呢考验你转珠技巧的神魔格斗擂台，那还有排一次队就可以呢抽卡又抽奖的一抽人品大爆发。希望这些年你都做好事。是，那还有第一次登场超好玩的神魔幸运彩虹。你的动手要非常很夜市的感觉，是，对不对？是，那我们当然少不了大量精彩表演跟神魔女将走秀的主舞台活动啦。那请问神魔女将你要投给谁？倩倩。神魔女将你要投给谁？玩一些些呢，倩倩会选你参加一个跟代言人一起玩的游戏，是，待会请用最大的声音大声喊倩倩， OK， 大声喊神魔之塔，对，倩倩就会选你上台一起来参加好玩的游戏啦。对对对，待会我们呢也有就是要 Q 大家上来，也有可能喊说神魔之塔，我们喊神魔之塔，他们喊生日快乐，神魔之塔生日快乐，神魔之塔生日快乐，然后记得气球一定要举起来。那一开始，对，一个派对一定有派对的主人嘛，对不对？怎么可以少了我们的灵魂人物？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请出我们 Mayhem 执行长 Terry。大家可以问问题吧。大家今天玩的开心吗？开心吗？开心。开心，请说神魔之塔。神魔之塔。那 Terry， 我们有好多好多召唤师还有伙伴们陪我们度过非常光辉的六年，有什么特别谢谢大家的话跟大家分享呢？今天一月二十七号，真的是刚刚好六周年。我们很幸运的，每一次周年的活动都很多时候在电玩展中间发生，还有今天是礼拜天，这刚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真的很感谢你们一起支持神魔之塔。有一句话想说，我还记得去年有来电玩展，给我举手吧。我忠实粉丝。Yeah。 去年真的没有办得很好，也可以说是真的大家最辛苦的一年，因为排队排很久，我还记得是有玩家是大概两点钟，是下午两点钟，两点钟下一天就准备排队了。哇，下午两点准备排隔天的吗？对，其实这很辛苦，所以今年我们做很多改变，是至少排队没有以前这么辛苦，是还有就是我希望这个速度可以做得更快，所以我想谢谢我的所有背后现场所有同事，谢谢你们，这年电玩展我感觉是好很多，还有这跟还有看到讨论区里面很多玩家都说今年做得很好，所以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谢谢你们，请大家给团队一个掌声，谢谢我们台前幕后的伙伴，你都看不到他们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掌声加尖叫，谢谢。
还有一句，还有一个，我看到很多人说我们的攻读生做得很好，有感觉吗？你们有。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真的，所以他们都很辛苦的。今年他们每年都做得不错，但今年真的特别好，所以啊，谢谢我们现场所有攻读生，谢谢你们，谢谢攻读生，希望有一天你会成为 Mayhead 的员工，我们都在看着你，加油，谢谢 Terry。我们呢看见这个团队的用心，真的很感动。那倩倩也希望可以继续陪伴我们召唤师一起继续登塔。但是呢，我们除了有帅哥执行长，又怎么可能不配上一位美女呢？等等等等，让我们用热情欢呼声，有请神魔之塔的代言人陈妍希。妍希，我们先来跟 Terry 拍个照，好不好？两位麦给丹尼斯拿一下。两位请合体，我们向后退一步好了，向后退一步，这里吗？这里好不好？这里好。我们第一张照片给观众拍，一、二、三。好，我们看看正中间的相机，正中间穿土色衣服的，对。再看看你的左手边，好美哦。再看看你的正中间，再看看你的右手边，还有谁没有拍到的？看看你的正前方，现场来个欢呼声，一二三！先请 Terry 跟丹尼斯站一下，陈妍希拍个独照，好不好？跟我站一下，谢谢。好，妍希，请看看中间的相机。再看看你的左，你的右手边，你的右手边穿蓝色毛衣那一位。再看看你中间穿红色衣服那一位，再看看你的正中间，再看看你左手边穿蓝色羽绒衣那一位，再看看你的最左边，还没有拍到的伙伴们，请举手一下哦，给陈妍希看到哦。只要你挥手，妍希就望向你的镜头了，粉丝们也是哦。还有谁没有拍到的呢？看看你中间第一排，你左下角戴口罩那一位，对，左下角戴口罩，对。还有谁？我们待会有更多的拍照时间，欢迎陈妍希代言人。太美了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们向前站一步，好，要站在 logo 的正中间，太棒了。跟打完招呼之后。当然，今天有好多好多我们的忠实召唤师们，这六年呢，从我们一开始到现在，每一年都跟着我们庆祝生日。今年每一位又来到现场了，身为代言人的你 ，Michelle， 跟大家分享几句吧。哇，真的，大家好久不见了。神魔之塔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第六年，六岁生日快乐。然后，真的一直都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当这一款非常经典的手机游戏的代言人，然后每一年都来到这里跟大家就是共度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然后真的很开心，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携手走下去，然后每一年都可以一起祝神魔之塔生日快乐。耶！妍希，谢谢你成为这款游戏代言人，每一位最爱的游戏，让大家亲口的跟你说，你最爱的游戏是《神魔之塔》。Terry， 人家说啊，办生日派对一定要送礼物的。是的。身为执行长的你，大家都来参加了生日派对，是不知道会不会送礼物呢？当然有了。哇！所有人都有。真的吗？什么？对。是什么？你说什么？送两个礼物，两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是六颗魔法石。不，每一个人吗？每一个全 server 吗？对，每一个人。对啊，对。耶、yeah ！还有呢？还有就是金风头。哇！金风头很难得。我们录影存证哦 ，Terry 送全 server 伺服器每一个人六颗魔法石，一颗金风头。谢谢，谢谢。条件，
是要在今天到2月10日以前登录才有。OK，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要基本上每个都有吧？对，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金空头跟6颗魔法石。那加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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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嘛。那代言人可以帮忙加码吗？你们有买过霸王包吗？霸王包你们有？那都买几次了？两次好少哦。我要再加码一次。真的吗？再加码一次可以吗？几月几号来？几月可以吗？那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到20到28号。今天到28号是全是福气，加买一次。谢谢执行长，谢谢。那刚刚我们有答应别人啊，要上台玩游戏的。是的。那倩倩通常要怎么选啊？好的 ，Terry 跟妍希选三个，各选三位，来请可以帮我们选玩家上台。现在 Terry 非常的 confused， 沙漠之塔，怎么叫得好大声哦？沙漠之塔，沙漠之塔。戴眼镜 ，OK， 就是你，沙摩之塔，一个了，沙，我们过去那边看看，沙摩之塔，沙摩之，怎么办？好难选哦，沙摩之塔，这里啊，哪一位？各位玩家，你们可以把神魔的画面打开，举起来 ，Terry 才会看到你们哦。妍希，当然是轮到你了，再一个 ，One more， 好，远一点，沙摩之塔。神魔之塔。我有看到一个，有眼睛的，戴眼黑色眼镜，黑色眼镜，大家都黑色啊，对，还在举手的，举手的，哪一个？选这位穿荧光黄的男生，好，这位你好，非常的有小心机，他还带着，很显眼，很容易被注意到。还带着没有女生呢？四个，有没有女生？四个，有女生吗？女生，对啊，都没有女生。有女生吗？那边，四个，有一位穿红色衣服那位吗？红色，对，好，来，请来到旁边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左边右边都可以哦，你可以走右边。那我最后一位了。选一个好了。什么之塔？前面这位拿着手机起来的。哪一个？戴眼镜的这位好了。拿着这位吗？对。谢谢，看到你了，谢谢。好，那我们这边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上来要做什么呢？我们邀请各位召唤师上台进行游戏，使用我们提供的这个手机来回答问题。那答对会加分，答错不扣分，最高分的就是优胜者。那台下可以一起玩吗？是，台下都可以一起玩。那当然呢，大家我们台下最高分的前三名，我们都要送给大家呢，我们这个神魔之塔的周边啊。好，那我们怎么进入我们的卡户游戏室呢？好，那我们请看一下后方的大屏幕。妍希，你跟今天走，丹尼斯跟天人走。好，大家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是直接输入网址，好，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室。待会会给你一个代码，这个就是游戏室代码。那我们六位参赛者来了，提醒大家，三位跟 Terry 站一下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台下呢前三名呢都可以获得我们的那个限量好礼。那请记得参与游戏的玩家要在我们这个 username 中输入是 UID 哦，是输入你的 UID， 不要写中文，不要写英文，请输入 UID， 因为呢我们官方派奖承认 UID 哦，好不好？台上的也是哦，请输入 UID 好不好？好，我们官方派奖呢只承认 UID。哎，那个倩倩，你好像差一个，对不对？对，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有到位，请带一位过来。那你过去找一下倩倩 ，Go！ 来 ，OK， 那我们秀出呢， okay. 我们这个版面哦，网址的版面。好，我们看看那个进去的代码是几号啊？来喽，请秀出来。六
6728083，请记得哦，一定要呢输入 UID， 我们派长只承认 UID 哦，派长只承认 UID， 请大家不要输入无意义的文字跟那个数字，还有英文。哎，有人打我爱陈妍希，那算是个名字，那个就算是白参加了。好，请赶快打进去哦。很多人来，好，我们到500就停，到500就停哦。对，先到先赢，我们到500就停哦。记得是要输入 UID， 上升的速度好快。如果你输入的是英文或是其他数字，我们是送我们这个派奖是不受理的哦，因为我们最后合奖的时候是看你的这个 UID 来领奖。好，赶快啊，说一下。好，要等你了。那我们台上的呢，已经加入这个游戏。那我们待会呢，台上跟台下是不同的礼物哦。对，台上的玩家注意听哦，你们的第一名跟其他人的礼物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要怎么样拿第一名？那个分数怎么算呢？要答得快，要答得对，就会分数高。如果你答得快，答得慢，分数就不高。答错了更不用讲。没错，所以呢，大家记得越快回答，你的分数越高。这个小技巧先提供给大家。网络小卡哟。好，我们这边呢，已经呢，我们停在450好了，还有人退出是怎样 ？OK， 好，450，我们就开始玩。快一点啊！赶快哦！赶快！最后12个，我们进来就3只啊，参加了。好，他19个，问题超难啊，超难，问题超难，超难。好，最后17个，我们等你一下。现场的朋友记得拿出手机，还有加入的，一起加入我们的今天的这个问答哦。那比赛准备开始，前三名，首先第一题 ，Are you ready？ 要了，应该了。Manhattan 的总部在哪里？美国硅谷哦。台北世贸易馆摊位 C837。二，美国硅谷。25秒钟。三，香港科学馆，香港科学园。妍希，你知道在哪里吗？我当然知道。哦。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请小帮手确认一下台上的手机好吗？答案是跟妍希一样的香港科学园。香港科学园，来看看我们目前的排名。哦，由70546216目前跟我们这个第二、第三名是并排的分数哦。OK， 现有前三名是同名的，待会呢我选出现场观众的前三名。OK， 下一题是谁出啊？健健，我。下一题，第二题，请看，农场里有6只鸭，16头牛跟26头羊，这么最好玩的手机游戏是什么？鸭什么之塔，牛羊，不要点错啦，羊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他都喜欢羊？对，是谁？是牛还是羊？2、1。等一下，这个红色、橘色，羊还拿到了11票，羊还拿到11票。所以，妍希按照代言人的身份来分析这几位脑子在想什么呢？无法理解，应该是很爱吃羊肉。对，那我们正确答案当然是神魔之塔。那我们第三题可能要，我们先看分数，先看分数，目前排名哦。3239851，192.6分的。谁啊？先举手啊。是吗？3239851，哦，反应超快，反应很快。第三题，我们有请 Terry，请出题。好，我来。请问风头的衣服有多少个纽扣？3个，2个，1个，0个，请作答。几个纽扣？西装就1个喽。大家都在看气球，他没有拍到上衣服。气球没有办法看到。气球没有上，只有头而已，没有衣服。哇！答案是300多人答错。为什么是0个？为什么风头是零个纽扣？为什么？你猜？穿毛衣。不是。不是，为什么呢？他没穿衣服。在哪里？不是，他在哪里？不是牛头，陷阱题。等等。好，看看目前的排名。请看，
哦，等一下，三五六不是 UID， 所以我们会不承认。这是五九二四八八。我刚讲很多次，要一定要是 UID 才可以承认。五九二四八八二，请举手，在那里，恭喜你来了。不，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还有下一题哦。总分的前三名还有。总分不是现在。那下一题是？下一题，好了，第四题，陈先生约了妍希在咖啡厅，为什么妍希没有来？今天他约了咖啡厅，迟到，他在这里，他忘了约错咖啡厅。约错咖啡厅。哦，究竟答案是什么？待会我们来问妍希好了，正确答案。陈先生约了妍希咖啡厅，为什么妍希没有来？哦，今天约的，提示大家一下。OK， 请问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耶！开生日派对。神魔之塔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请看目前的分数。五九二四八八二。谁啊？反应超快，都是他。后面好像还有题，对不对？加油 ！OK， 那问第五。第五题，我们要有请陈妍希小姐来帮我们发问啦。好，请问。哇！站一下 ，Carrie 的身高是几公分？我出估应该有超过180啦，但是对大家答案帮不上忙。183、184、185、186。对啊，好高啊！我想 Dennis， 你几公分？178，这家伙应该184左右吧？高不得，184，太准了，真的哎！184答对的有138人，恭喜答对这个184公分的朋友。你们怎么知道的？猜的吗？猜的，这么厉害，这样也能猜出来？这样也能猜出来？好，我们请看一下我们目前的积分。592-4882，很厉害，就是厉害。他的角度看得很准啊！啊，这样也猜到，很厉害哎，真的很厉害。第二名是2461-9827，最后一题了吗？好，最后一题，我们请 Terry 来帮我们发问，请问，我一起看。啊，六的六次方是哇，六次方，这个有点难度。6×6=6,7,7,7,6,4,6,6,6,7,7,7,6,4,6,6,5,6,3,4,2,3,4。我猜应该比较六十就卡住了，真的好难哦！突然来个数学题耶。好，陈妍希，你告诉我们下一期乐透是？我猜是绿色了。我猜是最大的一个。那是恭喜！还是他吗？3=6,6,6。那我们要来公布总排名前三名的我们的这个玩家朋友们，请看。第一名592-4882，你再请举手。7在哪里？在哪里？第二位，第三名，1998-79856，台上，台上，哇哦！那他就是今天六位的第一名，太棒！那我们站这边站一排，我们来颁奖。我们请来到台中间，玩家请。好，排成一排哦，排成一排，排成一排。那我们先来颁每一位的奖项，好不好？是的，那我们每一位呢都可以得到的是进化的史莱姆抱枕以及100颗魔法石。耶！老板去颁奖。我们请 Harry 来帮我颁奖。哇哦！只要上台就可以拿到100颗，好羡慕哦！哇哦！恭喜！我们可以请妍希帮忙颁发抱枕，来，恭喜赛！史莱姆进化版没有，这个是要给左边那位，那是要给左边那位，因为我们第一名奖品不一样。好，我们先让妍希颁发进化版史莱姆抱枕，每一位都有哦，每一位都有。哇哦，还有呢？好，我们的小帽头，那我们先问问我们第一名。霍玉来了，是，谢谢，待会丹尼再访，我们来访问一下第一名，好厉害，还有一个抱枕，谢谢可爱，拜拜，谢谢，倩，你要访问第一名哦，是的，没有，因为我们要问一下这个 Terry， 他就是第一名要给多少
明年给多少啊？是，我们我觉得100颗，再 double 吧，怎么样？200吧。200颗魔法石，请送多100。来中间的人。哇！恭喜，掌声鼓励。哇！耶！我们来拍一个合照。看中间，等一下光不对，我们先后退3步好不好？好，1、2、3，这里对，请大家靠近陈妍希近一点，靠近妍希，难得可以离我们的这个代言人这么相近，这么看看中间的照相机，看看你的左手边，看看你的右手边。倩倩啊，是代言人，应该送一些东西吧？是，我跟你说，我们先请小帮手把他们手上的东西先收下来。谢谢。因为呢，刚刚 Harry 有颁奖，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妍希小姐听说也有礼物要送给这6位玩家。是的，我也要加码。请说，我也要加码。加码！妍希呢，要送给大家每个人一张满等满记的妍希卡。满等满记。哇，那怎么抽？怎么抽？对，但是我们是随机抽，你抽到什么就是拿那一只满的满镜。听说当中会有惊喜哦。好，那我们倩倩，你跟妍希站在那边。好，来，所有人过来找 Dennis， 谢谢。来，妍希，你去找妍，你去找倩倩 ，Go！我们呢，先派一位来到这边。好，我们给你一个时间。OK， 已经完成了。好，你要当打头阵的，是不是？他说好。好，他说好，是不是？那我们来确认一下上面的一幕哦。能不让他跟妍希拍个照哦？啊，要合照一张吗？对对对对，好，1、2，这福利也太好了吧！好，倩倩，啊，接下来干嘛？他要干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抽卡了，是我们后方的一幕会秀出。抽卡画面，那要看看呢，我们这位这个玩家会抽到什么样的颜色呢？请抽卡，黑棋！哇！是我们的这个水岩心若冰哥金爷，恭喜你！冠军从你左后方退场，我们的礼物送给你。来，下一位谁先？自己举手了，冲过来了。小心，保护他。先跟妍希拍个照。他刚冲过来，好，他们先拍照。他不要拍照。他刚一边冲过来一边说：“火焰，我要火焰。”好。OK， 来了。来，请冲卡。手滑。恭喜从代言哥基爷，从你左后方退场。下一位谁？下一位，请去吧。请上神魔之塔官方的粉丝团。是。OK， 准备好了。好，来，准备哦。3、2、1，请抽卡。恭喜！哇！获得我们的次元歌姬喜。现在是谁？火焰。去 ，Go！ 来，来，先跟我们的妍希小姐合张照。哇哦！好羡慕哦。超厉害的。请准备。准备哦，3、2、1，请抽卡，是什么呢？恭喜，月圆的惊喜。下面是谁啊？去吧，加油！哦，还有一条帽子转向后面。先跟代言人拍个照，先跟代言人拍个照，合张照。来，这边啦，这边。他觉得 Terry 才是代言人。请上官方粉丝拿下你的照片。来，准备3、2、1，请抽。什么呢？木林哥，最后一位了，去吧。没想到我们的惊喜是留在最后一位吗？有惊喜吗？对，是的，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惊喜。有惊喜吗？有的，我们五鼠都出来了。哦，请准备。来，准备哦，大家看好了，3、2、1，请抽卡。哎，卡没出来是？卡呢？卡去哪里了？
接送他惊喜的线线，什么惊喜？请看一下我们后方的一幕，是什么？是我们新的请你过来跟本人合照一张好吗？谢谢。请来到中间。请过来跟本人合照。对，请来到我们的中间，跟我们的合照。漂亮。跟来本人合，这是什么卡呀？是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仔细听好了，这就是我们新的光属妍希角色，精英精灵妍希，恭喜你！是在神魔世界中第一个获得这张卡片的召唤师，其他的召唤师你们想要吗？想。不用急，大家可以挑战待会3点钟会开启的地狱金光卡，成功通关会掉落这张超美的光妍希。好，所以我们让人家跟这个。本人拍一个独照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观光卡从今天下午3点开放到2月10号的晚上11点59分，请各位召唤师们千万不要错过啦！谢谢得奖人，从你左后方退场拿礼物，谢谢。妍希 Terry 向前一步，现场觉得礼物送的够吗？够，够不够？够。你最爱的游戏是什么？加礼物吗？要不要？要不要？要！加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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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Terry 这一波听说要送给大家，非常厉害，完全不会失望。是我们这次的，大家知道我们这次有这个精装版的画册，全世界只有。这4本是特别的，这4本呢，我们让妍希现场台上亲手签名，加 Terry， 还有 Terry。好，画册请上，画册请上。那这边呢，还有一个也很特别，就是那一个画册上面已经有所有女将的签名，包括你在内，包含我，对。好 ，OK。所有女将加上 Terry 及妍希的签名。全世界只有这4本。现在让我们让 Terry 跟想要 Terry 跟妍希现场签名。好，妍希先签，签一本送一本。来 ，Terry 签过，妍希还没有签。让丹尼斯展，哪一本让丹尼斯展示一下啊。好，来，已经有所有。想要得到的请举手。那要怎么送啊？台上沸腾了，沸腾了。怎么送？神魔之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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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骨灰级请举手。骨灰级玩家全部。神魔之塔，神魔之塔。OK， 那我们这边呢，就请待会请我们 Terry 直接选择最热情的这个。召唤师，你指他，我们工作人员会直接交给他，就不用对。最难的事情给执行长做，因为这样太危险了。那先跟大家讲，我们一人会送一本，好不好？那我们先请呢，我们这个 Terry。我问问题。问问题。先不要举手，有谁要穿神魔之塔衣服啊？刚刚有。神魔之塔衣服。走他。有戴眼镜的，这位蛮好，可以看一看吧，你衣服在哪里、啊？可以看吗？脱光光不是，脱光，看一下。啊，穿在。啊，没有。没穿。啊，没有吗？啊，刚看。啊，穿神魔。有。有哎，他穿很多，今天天气比较冷。来喽。恭喜你，接下来我要换我们的妍希小姐来选人了。好呀，你要选最热情的吗？我想要选。选那个拿出有我哪一位？神魔人生塔有他照片的那个女生。对，好，丹尼这本这那这本 OK 好 OK。那我们丹尼是要怎么送手上这本？最快举起你的鞋子的。鞋子？什么？最快举起来！真的很快。在那边，白色的你最快，白色好臭 OK。
这白色的哦，白色白色鞋，举高你鞋子，东西抬过来啊，举高你鞋子。好，轮到我手上这一本了，我想要。现在让你举一些奇怪的东西了。哦，麦斯布隆斯在哪里？好，我决定，我选好了，我要选戴黄色帽子那位。为什么？因为呢，他听说练的。哇、wow. 对，而且他所有关卡都拿乌龙石去打，厉害！他是忠实玩家。倩倩啊，在一个完美的派对，一定有很多好朋友，是，一定有很多很多周边很多礼物。那他今天有这么多好朋友，真棒的气氛，是，怎么少了蛋糕呢？啊、可是他们，我记得不，其实好像，因为我们刚说只有四本，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是六周年，所以我觉得四本是不是太少了，各位？地表上只有六本，六本，现在把两个人博物馆的拿出来了，他们两个人把它拿出来，好不好？好不好？好，Terry 先把你博物馆拿出来。来，我们请妍希小姐帮我们签上名，这是最后两本，我们要由 Terry 跟妍希来帮我们送出这两本。最后，全世界只有这六本，所有女将 Terry 妍希的画作。让 Dennis 跟你讲，这本。对 Terry 就这么重要，对 Terry 从一二三四五都有了，对，今天把第六本，他的 missing piece， 他的绝对珍藏，他第三版，他珍藏版要送给你了，他就没有了，对，他就没有了，他的珍藏版就缺一块了，缺一块，就是要给你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特别的人，特别的人，对不对？谁没有举手？全家之宝啊，全家之宝。谁最乖？拿眼镜举手。眼镜，眼镜。啊，这个，哪一个？哪一个？你先戴眼镜。啊，这个戴眼镜，这个。对对，这个。就这个，跟我刚才。金州勇士吗？金州勇士不是。啊不不。金州勇士啊。哦，恭喜你，是那个举双手那位吗？我们现在用。好，这个终于不要摸掉哈，慢慢的传哈，不要摸掉啊。好的，最后一本传家之宝了。妍希呢，他就是我们待会妍希会说神魔之塔，我们底下人要说生日快乐。我们妍希选最热情的朋友，对，我选一个最热情的朋友，神魔之塔。我都听不到，妍希，我听不到，再次听不到，神魔之塔。谁？跳的最激动的是哪一个男的最激动？戴眼镜的，戴眼镜的，戴帽子，戴帽子，眼镜的。他旁边那个，旁边那个，那个挥手上挥的很激动那个吗？那个挥手很激动的吗？对对对对，是他是他，挥手，对，现在挥手，现在挥手，哪一位？哪一个？拿着两个气球，把你的裤子举起来看一下。两个气球，戴着口罩，戴着口罩，对，这位男生。照顾到后方的玩家，真的照顾到后面的玩家。好，那我们礼物送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有的那个吗？要钱的？我们还有加码吗？我没有了，没有。还有加码吗？还有加码吗？等一下，这本书有拿到吧？要先确认。不是你，是。不，他但是要全跟后面嘛。我们请那个。等一下。刚刚我们刚刚没有全过去。是选哪位？要全到吗？是前面戴口罩举两只气球的这位。后面那边里面。对，眼睛说是这位，没错，这位没错，就是他，就是。所以还有加码吗？我们先切蛋糕，好不好？好。所以还有加码吗？蛋糕请出场。今天我们这边请神秘嘉宾为我们推出蛋糕，是谁呢？谁帮我们？神秘嘉宾呢？我们神秘嘉宾去哪里了？好，两位请将麦克风给
挡住了。对，来，我们请风头来到正中间。我想要这边，好，风头再往左手边，左手边几步，对对对，好。请两位在神魔之塔的左右两侧，请站。Harry、妍希，我们先来拍一个照片。好，风头，请站在妍希的旁边。好，妍希的好，请。我们先来拍个照，看看中间的相机。拍个合照，看一下我们前方。一、二、三。再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手边，妍希被塔挡住了哈。那妍希向前一小步好不好？好，风头跟着出来走一步，再想再这样两步。我们请对，先来到塔的旁边，塔的旁边。好，看看你的右手边。好，Terry， 你可以站在风头的左边吗？谢谢。好，开吧。看看中间 ，perfect， 就这样子，一、二、三，看中间，再看看你的正中间，正中间第一排，再看看你的左手边，我们待会儿呢，在联访完之后会跟大家拍照，看看正中间，还有谁没有拍到呢？好，你的右手边。看看你的右下角，看看你左边穿黑色衣服那一位，麦太，对对对，一、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呢？两位请至切蛋糕位置。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天宇跟妍希为大家一起呢来进行这个简单隆重的切蛋糕仪式。切蛋糕小心特效，谢谢，小心特效。神魔之塔六周年的生日蛋糕，妍希你要握住切蛋糕刀啊！好，我。4 3 2 1，神魔之塔生日快乐！神魔之塔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请两位到后台整装一下，进行电子媒体联访。是，从您右手边退场。舞台助理收蛋糕，那风头请留步。谢谢，留步，风头请留步。好，我们欢迎全亚洲的麦克风店来到丹尼斯这里，谢谢。谢谢，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大合照哦，就是请两位站在这儿跟大家拍照。是的。好，麦克风来找丹尼斯，谢谢。麦克风来找 Dennis， 谢谢。麦克风还有 Dennis， 谢谢。